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炫酷车队分享哦。这可不是普通的车队呢，车车还能弹射哦，还有灯光音乐。小朋友们看看，我们这个车队很大哦，大车车还能收纳呢，大家赶快来玩一玩。滴滴，大车队来给我们建设美丽的城市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数一数里面装了几辆车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共有六辆小工程车哦。打开车厢，把它们都取出来给小朋友们玩一玩。把它们都拿出来，这辆是叉车、泥罐车、压路车、翻斗车、推土机、挖掘机。六辆车车都是合金车车，很棒哦。这是推土机，铲子能活动。滴滴，轮子都能活动哦。挖掘机，车身能旋转。压路机，翻斗车，搅拌车，泥罐能转动，叉车，叉子能上下活动。放下车头的盖子，把小车车装进去，按一下这里，滴哈，小车车出来了。我们再装一辆车车，压路车，滴滴发射。我们把挖掘机装进去，滴滴发射。哇哦，小朋友们看看，这边的车厢也能打开哦。哇，里面的空间很大，可以装很多车车。哇哦，两边的车厢打开像是一对翅膀呢，很棒哦。小朋友们想听歌曲、唐诗、车位还是车车声呢？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。车位有灯光哦。爸爸 Father 学英语咯。妈妈 Mother 爷爷 Grandfather 奶奶 Grandmother 叔叔 Uncle。身上轻，临行密密
小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车队吗？我们还有更多好玩的等着小朋友们来分享哦，拜拜。